这整件拉下来，当然啦，上衣下身拆搭。我跟你讲哦，真的超级舒服的，因为你知道有些衣服这样放出来超邋遢的。这件完全不会是因为它的长度大小、它的身宽都不会过宽、过窄、过长、过短。这件的衣服的弹性这么样的大，然后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是，你看一下，它是完全怎样？完全就是弹性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没有任何一点灌风的效果，然后它也不会任何有一点任何刺痒的部分。然后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是这件大毛衣，它是非常修身的，然后它在下摆的线条有做一个平线条，跟手部的线条有呼应，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经典。再来呢，什么时候要放下来，你想放就放，然后你想要遮小腹的你也可以放，但我还是真的要说这个弹性哦，它没有任何的口袋了，它没有任何的，然后屁股也不用穿什么无痕内裤，因为它本人的条件实在太好，你看一下微微的这样子超美，就随便做一个动作而已。